你要走在哪里？要走在那个。这个叫什么？我在木栈道。对啊，那个可以进去吗？车库可以进去吗？不行。火车可以攀爬吗？不行。好，很好，那就答对了。耶、yeah. ！好，再送那一个。好了，超标哦。好的，没有的，再送就要送火车了。那个手机这样。哎、欸，再送就送火车，你要自己推回去哦。好，等下你们在这里走参观就慢慢走，不要用跑的，会危险，会跌倒，知道吗？慢慢走就好了。好，交给你们老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哦。好。好，2266。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啊！我们没有表演那个火车，要保养才会进。